在许多奇怪的梦里见过你们，你们因缘际会走到一起，怀着各不相同的目的。你欲成前人未尽之业，修功德圆满；你执着后世传颂之名，求位列仙班；你想跳出三界之外，图个清净自在；还有你无所挂碍，吃顿饱饭便善哉善哉。可我早就看穿了你们，满嘴的情怀大义，一心的世俗名利，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笃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。可悲的取经人哪、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，终有一天他将化为修行路上无解的业障。
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，清净无味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盂兰会上，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，放情纵欲。要我说，放屁。三界四周，屠杀生，仇恨无止息，斧头刀，强弱。邪淫，一切有情皆孽。不妄语，梦幻泡影；不禅酒，犹不长落无常；不耽乐，芳华差；不贪眠，无苦不得解脱；不纵欲。独行了无生趣。
去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有了此番轮回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